呀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小小的东西，鸡蛋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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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刚有留言了，必须要说了，鸡蛋是不是？鸡蛋是，耶！鸡蛋在，但是不知道在哪，在哪？压中了，压中了，提了。盆栽是不是？盆栽是不是？不是。台灯是不是？不是。电风扇是不是？不是。柚子是不是？不是。电水壶是不是？不是。碗是不是？不是。盆儿。往吃的菜。吃的菜。榴莲都找不到吗？哥几个？榴莲都找不到啊。保鲜膜是不是？木黑呀。哎，菜板是不是？木黑呀。油是不是？木嘛。料酒是不是？不黑呀。盐是不是？不黑呀。榴莲味儿都闻到了，凯凯味儿都闻到了。我在这一块榴莲味最大的，兄弟。哎，是 number one 吗？是 number two 吗？是吗？是 number three。在哪儿啊？都闻到味儿了，都找不着啊！这也太离谱了，闻到味儿了还找不着。离谱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。就是已经闻到味儿了，找到了，什么？榴莲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小心别砸着你啊！对，别砸着，轻点，轻点。在哪儿啊？它藏在这个上面。藏得这么深啊！啊，把这个上面看一下。哇哇！破坏了啊！这个上面有黑手印。加别药了，有吗？找不着了，主要我不够高。想吃一块，能吃吗？能吃吗？能吃。我好想把这个地方给它拉下来，兄弟。那以榴莲是这种，那下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主要是不知道东西，先吃完。那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东西了。好大的味儿啊！好吃吗？你吃榴莲吗？平常？我超爱吃榴莲。小吃一口。嗯，这一块。甜。
不能再细聊了，就是。好。而且这个味道严重影响了我们对剩下的东西的判断。万一有什么黄烧肉之类的，有菜吗？啊，有菜吗？有菜吗？那饭你要吗？有吗？有菜吗？是一道菜吗？不是。有菜吗？菜叶？可以，可以是菜。是蔬菜吗？是吗？快点，别废话，蔬菜。鸡蛋，石凯是蔬菜，蔬菜啊，蔬菜，没答应你啊，是蔬菜吗？你快点答应，是或不是，与此无关。那是菜吗？与此无关。是番茄吗？不是。是一道菜肴吗？做好的菜。与此无关。啥与此无关？是或不是？但是他那可我会回答是或不是，你就是与此无关。你要是具体的，啥意思啊？啥叫与此无关啊？那是一道做好的菜，是盘子盛的菜吗？与此无关。是这个矿泉水吗？不是。兄弟，真的不知道在哪儿了。洗洁精，原来就有。你真不洗碗呀，这咋玩啊？鸡蛋扔哪儿了？哎呦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藏在身上应该是可以的吧？不可以吧？不可以吗？好。没有，我不傻。没在身上，没在身上，对不对？你这不相信我，我急眼了。你先不相信我，真没，没有，你说吧，真没有。我不是傻子。你不是傻子？你可以叫我疯子。什么叫菜呀？是白菜吗？是大头菜？不是。喂呀！他说不是菜。不是，鸡蛋藏哪了？啊？鸡蛋？是薯片吗？说实话，鸡蛋不是我藏的，我都不知道藏哪。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阿婆，鸡蛋放哪了？记忆消除了。鸡蛋箱放哪了？记忆消除了。那你提取出来之后，那个瓶子，我拿去冥想盆看一下。绝杀应该在一层。在那片白雪皑皑的草原上，当日月星光与交汇之时，鸡蛋身份即将揭露。我觉得鸡蛋应该在一层，因为他们最后是阿普藏的，然后说什么那个地方很厉害，然后他们就马上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时间来看应该是一层。哦，这么会推理，应该是一层，而且是最后藏的。还是个就是很难想到的，不合理吧？这太不合理了，哥们儿，这叫吓人。这你想，我要把榴莲放这儿的话，就是你现在可能已经……哎，还真有可能，它上面有脚印。真的假的？太危险了吧。他是来调这个摄像头吧？是。哎，不是，没在上面，没敢往上面放，怕那个掉下来砸人。会砸？真怕砸人，所以就真没往。所以你真的踩过去是吗？这都被发现了，我以为本来完美。没有，因为调摄像的老师这里有脚印，在这个。你可能是我的。我是最开始看那一个脚印，我刚才还上去看了一眼。你看淘淘多坏呀！小齐跟我们说实话了，他还在那骗。小齐可能骗了，真太能骗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怕砸到你啊。没一句实话。不，小齐说的这个挺诚恳。是，但是真怕砸到人。